左脚往前跨一小步。可是今天不能呐喊，因为外边很多的那个假文青哈，他会觉得我们会吵到他们。我们轻轻喊一下，呜，拉长小声好不好？一拉，呜，不是呜，是呜，那个稍微低频一点呗，一拉。都是文青嘛，来开始了，来，第一首是慢歌，那预备动作就是左脚往前跨一小步，有没有人听不懂我的阿美国语的？不论是左脚往前，然后一句一个歌词一个动作，好，一句歌词是一个动作，来，双手慢慢的举起来，那边的都没有连起来，最后一排你们要靠拢啊，好不好？好，举到底的时候呢，头向上仰。哦，这个对五十肩还是阿门棍绕枕的朋友都有复健的功能。第二个动作就是往下哈，我看着小马哈，啊，你的左脚没有往前，你弯不下去。你的双手向后向上摆，你的双眼看着你的左脚大拇指的位置。好，停，这样可以吗？来了。来，小马请举手一下。好的，他就是我们今天特别从花莲邀请的五男。来，我们呐喊一下，哇，你们好像做了什么记忆啊。来啦，左脚往前，请保持一颗坚定的眼神。
爱的鼓励和所谓。好，来，双手准备，爱的鼓励一万次，一万次，啊，谢谢。啊，不是想好一万次，你是拍手，那很贪心哦。我们要，我们这边都是文青的，假的在外面。再来一次好不好？爱的鼓励要整齐，而且越多次越整齐。双手准备一下，来，爱的鼓励十万次，十万次。偶尔会有一点碎碎的声音，是空间的问题。好了，最后一定要唱，那个屁股对我们的直接向后转，好不好？是时候了。其实弯身对台湾这片土地，除了心中他们永远忘不了以外呢，他们就把认为这是他们的故乡。